来就很像海龟他们爱吃的水母，所以海龟可能会把塑胶袋吃到肚子里，导致海龟死掉。所以海龟他们的生存率是1/1000，就是假设有1000颗海龟的蛋，只会有一只海龟能够平安的长大，回到原本的出生地产卵。所以他们已经是在面临绝种的动物了。做完观察之后，我们今天要把我们写成的童诗，再把它改成动画。